这一个案件我们是跟国际的执法机构情报交流之后，查到了一个从墨西哥过来的椰子水，在里面我们发现了1.8吨的怀疑异态冰毒，在香港来说就是记录来的，我们之前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毒品案件，它的价值就是11亿港元。